Thank you.
听姐妹平安，欢迎到大斋节期星期三信息的时间。今日是今年的大斋节第三个星期三。咁我哋知道大斋节嘅实践，我又响银幕上已经有写出嚟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再讲下呢个祷告啊，我就系点样祈祷。上个星期已经开始，我哋睇呢个主祷文点样祈祷，所以今日就下半段啦。我哋又睇埋佢。咁如果主容许咧，下个星期我哋会讲下有关禁食同埋克己嘅呢件事。好，咁我哋就静默嗰几秒钟，我哋一齐用呢个大斋节首日嘅祷文作为我哋开始。我哋同心祈祷，全能永恒的上帝，你不怒恨你所做的。并且愿意饶恕悔改者的罪，恳求为我们创造一个又新又懊悔的心，使我们时时为我们的罪忧伤，痛改前非，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你的怜悯和你完全的饶恕与赦免。靠着你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，圣子与圣父、圣灵三位一体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权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用嘅经文继续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到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至十五节，我哋一齐睇嘅银幕，我哋一齐嚟读第五节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让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向那在隐蔽中的父祷告，你父在隐蔽中察看，必将赏赐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外邦人那样重复一些空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要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上帝的道，感谢上帝。好，我们就重复一下啦。上个星期分享了的就是主祷文头半段啦。我已经看了银幕那处。但之前呢，如果我们记得我有讲到祈祷之前呢，天父上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祈祷呢就不是靠多，即是那些话很多啦，讲多说话咁神就听到，其实不是的。因为神呢，主耶稣讲呢我们未开口祈祷呢天父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咯。所以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带着这个信心啦。还有呢，祷告不是做给人看的咯。
哦，唔好做，唔系唔需要做俾人睇，我哋有祷告嘅。啊，祷告系我哋同天父上帝一种好亲密嘅关系，我哋祈祷。啊，所以主讲咧，你要去到你嘅屋企啊，你嘅内室啊，闩咗门啊，意思系咧唔需要俾人哋听你嘅祈祷嘅。哦，咁啊，上帝系察看响隐密嘅，我察看人心嘅，我唔系我哋响人面前做嘅嘢可以啊。说服神啊，可是我们真正内心的世界是怎样的、哦、好了，之后呢我们又讲主耶稣教我们祈祷，开始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愿你的名被称为圣，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上个星期呢都有比较长一点的去解释一下啦，但我们可以知道，当主耶稣其实教我们，当我们来祈祷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去赞美，我们要去称颂我们的神，不是一开口就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需要不是咯，即是我们要认识其实一个宇宙真正掌权的人，真正需要他的怎么说，他的旨意要成就的不是我们咯，但是呢是这位天父，所以说愿天父的名字被尊为圣、名字就是代表上帝整个神整个人，我们说说，所以呢、祈祷的人能够认识神，我们自己更加是、我们要尊神的名字为圣，不可以随便用神的名字，也不可以呢、即当上帝的话呢是耳边风、我们是要 尊重神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。之后呢就说主的国降临了，主的国降临，即是主的统治，主的统治呢就有公义咯，公义，所以第三呢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所以呢先求这三样东西在我们当中，即是降临到在世界，什么东西是应该发生的呢，是应该神的旨意成就咯。当然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如果是真诚的，在我们生命呢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即是我们真的敬畏神，真的爱我们天父上帝，我们求的是神的国度，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祈祷主我们祝福我们生意啊，我们什么东西啊，我们好像很威水，不是的，当然神会祝福我们，但是我们是求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今日咧又睇下，有关我哋人我哋自己本身嘅需要嘅，我哋又睇啦。第一样咧就系讲到饮食啦，我哋睇下个祈祷本身系点讲嘅。呢个系第十一节啦，十一节，我们日用嘅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日用嘅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咁我有人講啦，哎呀，你咁祈禱係咪你祈禱咗咧？咁天咧又跌啲糧食俾你啊，跌啲包俾你食啊，我跌啲咩啊嚇，一個筵席俾你啊？唔係咯，我唔係。咁唔係點解我哋要咁樣祈禱咧？有冇諗過呢、這個依咁樣諗過咧？點解咧？其實咧，依、這個係其實代表我哋人啊，我哋人真正嘅情況咧。其實我哋所有嘢啊，我哋可以做工啊，有嗰啲陽光啊，有水啊，有空氣啊，有土地啊，所有嘢其實係上帝供應嘅。但係我哋人離棄上帝，但係我哋又用上帝俾我哋嘅嘢，我哋又唔曉認識，曉讚美上帝，曉感恩啊。所以主耶穌係教我哋，當我哋認識呢位天父上帝嘅時候，我哋每日的飲食啊，基本上咧，我哋係求神賜俾我哋。我背後咧，其實係向神感恩佢所賜嘅一切啦，同埋咧認同咧係背後成個食物嘅嗰個網羅啊，即係成個關係啊，係上帝安排嘅咯。所以如果有乜嘢差池啊，有咩差錯啊，真係我哋咧真係會搞到好撈舊、好弊嘅嘢咯。所以其實依個係。好原始喺我哋人知道所有嘢唔係屬於我哋嘅，我哋嗰種嘅心態啊，所以係一個好謙卑，亦都係真正知道我哋人係泥土啊，塵土嗰個嘅心態咧，去求主賜俾我哋今日嘅飲食啊。
當然亦都係同我哋講咧，唔係主耶穌唔要我哋憂啊。你講明日有明日嘅憂咯，嗬。但係呢個今日呢個字咧，喺原文嗰時咧，亦都可以解釋咧啊，可以講我哋眼前見到嘅咯，我可以講係聽日，我今日聽日即係眼前嘅嗰啲需要咯，就唔係叫我哋去憂傷啊之後會點啊？因為每一日都係一日一日嘅過嘛，我所以其實天父上帝要我哋每一日都親近佢，每一日都祈禱嘅，即係我哋同神嘅關係咧係流水嘅漲，每日都係有呢個關係，每日都可以祈禱賜我哋呢個今日嘅食物嘅，啊，所以唔需要憂愁嘅，啊，咁嘅意思啦，啊，即係我哋活響當下咯，亦都可以講啦。當然呢個飲食咧，亦都代表我哋身體嘅需要咯，唔係淨係食物啦，啊，水啊，同埋其他我哋身體所需要嘅係同一類嘅嘢咯，啊，所以每一日我哋都可以。我哋可以係求啊，主賜俾我哋嘅。當主賜俾我哋，我哋帶著感恩嘅心去領受啊，去食啊，哦，去用啊。其實咧，我覺得我哋會更加健康，因為我哋嘅身體啊，我嗰種嘅態度啊，真係會享受啊非一般嘅啊祝福嘅啊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講到另一個需要啦。不過響處咧，佢係講咩咧？我嚟睇翻嘅經文啦，第十二節。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免我們的債，啊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響是嗰個罪嗰字係冇寫出嚟啦，都係響路加福音同樣嘅經文咧，有講到係用罪呢個字啦。不過原文咧，這個債咧，其實呢個債呢個字咧，真係可以講好似人爭錢嘅債務啊，嗰個債咯。但係點解用祈禱用呢個債咧？究竟？跟上帝講啊，上帝你免咗我哋嘅債，咁我哋人欠上帝係乜嘢債咧？哦，當然唔係爭上帝錢啦，上帝冇開銀行嘅，哦，係嘛？哦，所以個債咧，其實係當我哋得罪神啊，當我哋冇俾神所應得嘅，我應該奉獻俾神嘅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哋基本我哋講我哋欠神嘅債咧，就係當我哋犯罪咯。我就叫神咧赦免我哋嘅罪啊，赦免我哋嘅罪，如同我哋赦免得罪我哋嘅人。啊，我哋要听好好呢句字啊。佢讲啊，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赦了啊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。好似听起嚟咧，好似讲啊，如果我赦免人哋咧，神一定要赦免我啦。我睇嚟好似咁样样，即系讲啊，冇办法咯，我哋逼到神要赦免我哋嘅罪，即系讲我做好事。我去赦免人，我做咩嘢，上帝一定要赦免我嘅。其實個情況唔係咁樣樣嘅，情況話俾我知，個福音話俾我知咧，其實上帝咧透過耶穌基督十字架死咧，嗰啲願意相信嘅人，相信佢嘅人咧，佢哋嘅罪咧係被赦免嘅，即係佢哋爭我哋爭上帝嘅債咧係免咗嘅。哦，但係咧，當上帝免咗我哋嘅債咧之後咧，我哋帶著同樣嗰個憐憫嗰種愛心咧。去赦免得罪我哋嘅人，因為主耶穌佢有講過一個比喻啦，就係嗰個管家，我啊佢嘅主人赦免咗佢好大嘅債，但係之後咧計起嚟咧，佢嘅同佢嘅一個下屬一個同事啊，爭佢嘅啊，其實好少嘅錢嘅啫，但係咧佢都唔放過佢，我真係告到佢就要坐監啊，之後嗰、那個。那個主人聽到咧，佢就好嬲，我佢就攞翻唔愛赦免嗰、那個佢嗰、那個依、這個即係冇愛心，我冇憐憫人嘅心嘅依個仆人，佢又坐監。意思就係咁樣啦。當我哋接受咗上帝嘅赦免咧，我哋必須要赦免人咯。如果我哋唔赦免人咧，其實表示咧我哋冇經歷到上帝嘅恩典咯。哦，上帝嘅恩典、上帝嘅赦免咧，唔係隨便攞俾我哋濫用啊！上帝其實要我哋分享我佢呢個愛心，去祝福其他人，去赦免其他人嘅。所以呢個免了我哋的債，如同我哋免了人的債咧，其實息息相關嘅。哦，陣間到尾嗰時，我哋會再睇下呢個情況啦。咁啊，最尾啦，我就呢個第十三節啦，我哋再睇啦。不叫我們陷入試探。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我再读一次啊！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嗱，这个
如果我睇翻頭先嗰兩個嘅祈禱嘅要求啊，第一咧係講到食物啦，嗰個咧就係我哋依個身體嘅需要啦，我哋身體嘅需要，我哋依個血肉之軀嘅需要，食物啊、入水啊，同埋其他嘅啲需要啦。第二咧係講到赦免，依個免了債咧係個與神嘅關係與人嘅關係。所以人呢依樣嘢好重要噶嘛，我哋冇成文我哋會死嘅。但係同人生活呢，如果冇依個赦免、冇依個愛呢、冇依個寬恕呢，亦都係好大嘅問題。我係冇平安嘅，我世界大亂嘅。其實世界就係咁樣樣咯。而家但係講到第三樣嘢啦，就係講到試探啊。即係唔好俾我哋陷入試探。點解要咁嘅祈禱呢？其實係表明呢，我哋認我哋係好，我哋係軟弱嘅咯。記得兩個星期前咧，我哋講過大衛佢認佢嘅罪啊，喺詩篇51篇。依個大衛係愛上好愛上帝嘅人啊，上帝好喜悅佢嘅，好祝福佢嘅。但係咧，佢都係有佢軟弱，喺試探當中，佢就犯咗好大嘅罪啊。所以所有人包括我哋啊，我哋要小心咯。就基本上咧，我哋如果陷入試探咧，我哋犯罪嘅機會係好大嘅。所以主耶穌就叫我哋要祈禱嘅時候咧，叫神咧唔好俾我哋陷入個試探啊！嘅意思唔係講我哋就唔會冒試探啦，唔會有呢個引誘我哋。其實嘅意思係叫我哋咧唔好跌入嗰個試探入邊啊，俾個試探使我哋犯罪咯。其實叫上帝咧保守我哋唔好犯罪啊！當然最尾嗰句啦，佢就講救我們脫離躝惡者。在另外一些的經文呢，一個翻譯本呢是說，叫我們不要進入這個，不要跌入兇惡啊。但是背後呢，這個兇惡或者邪惡的背後呢，其實是一個惡者，就是魔鬼或撒旦。所以上帝，主耶穌教我們祈禱呢，就叫上帝保護我們，不要被這個惡者呢透過我們軟弱控制我們的生命咯。即是叫求神保護我們的生命，不要被惡者，因為弟兄姊妹，沒有一個人能夠勝過這個魔鬼的。魔鬼是 很聰明的，因為我們說很狡猾，但是他是有很認識聖經的，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敵對他的。所以我們每日的祈禱是包括求神保護我們，保護我們，不要讓我們叫我們離開這個惡者，不要讓惡者帶領我們走這個邪惡的路啊，這個犯罪的路。所以在我們記得洗禮的時候，一個問題啊，個牧師啊，這個會督會問的，你是不是拒絕邪惡啊？所以說我拒絕邪惡。所以在一方面呢，我們要決志呢，我們要決志不愛做邪惡的事。另外一個呢，我們每日的祈禱呢，其實求主真是救我們脫離躝惡者，不要讓惡者帶著我們走那個犯罪的路。我相信看到在這個祈禱裡面，這個下半卷就是講到我們人的需要。我上半卷是講到我們一開始敬拜神，神的名、神的國度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我們先要求在我們生命、在我們周圍。另外呢，講回我們人飲食，我們的罪不要赦免罪，還有呢不要跌入罪入邊咯，唔好俾罪，唔好俾惡者透過罪控制我哋嘅生命。所以呢、這個當我哋明白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祈禱係好叫點講啊？任何嘅情況咧，我哋都有一個心態，有一個真理帶住我哋點樣去祈禱咧。咁講翻14、15節啦，我哋讀14、15節啦。你們若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。你們若不饒恕人，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。即係教咗門徒呢個主禱文啦，我哋叫主禱文啦，其實係門徒嘅禱文啦。主耶穌又強調呢、這個寬恕啊，寬恕啊，即係講如果我哋唔寬恕人咧，咁上帝唔寬恕我哋啦。咁我睇到呢個銀幕嗰時係咁寫啦。如果我們原諒別人咧，上帝就會原諒我們啦。
即係講正話講咗啦，我因為上帝透過耶穌基督係赦免我哋嘅罪嘅，因此咧我哋就要原諒別人咯。咁咧上帝嘅原諒咧，佢嘅赦免咧就會繼續落去咯。哦，即係講可以講一個條件啦，哦一個條件，但係嗰個赦免嘅開始係因為耶穌基督無條件愛我哋啊，哦我哋接受佢嘅赦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上帝不原谅我们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有没有想过呢？如果上帝不原谅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是断了。如果是断了，那怎么好呢？上帝怎么可以听到我们的祈祷呢？我所以主耶稣去强调一件事呢，就是说虽然呢我们是知道这个主祷文甚至我们会背，但如果在实际生活当入面呢，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怜悯人，我赦免其他人的罪，好像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一样，那我们的祈祷呢是得个灵、哦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、啊哦、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。好啦、其实那个祷告本身的结束、哦、在这个十三节下半卷就是神的角度啦，神的权柄啦，神的荣耀啦、哦、是 全是上帝的、哦、角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、哦、我们看到像是、哦有些的经、这个圣经的版本呢是将、这两句呢是挤在那个、叫做不是个正版那处，是个次版那处，在个在個聖經呢另外一個用小的字寫的，基本上呢是反映有很多那些、比較古舊的聖經的那個版本呢是沒有這句話的、哦、但是其實他這個的、這幾句的話呢、哦、其實 是很合情合理的，也都沒有違背聖經的、哦、所以大致上呢傳統上教會都是接受、哦、這個的，所以在我們这个修订版和合本修订版呢，我们看到呢它又印向这个主版那时候，主篇那时候、啊、所以它由这里写、啊、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，阿们、啊、所以这个作为、祈祷的结束、啊、是很好的，因为记得我开始的时候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、名被称为圣，愿你的旨行在地上，所以开始就是为上帝的名字、上帝的事来祈求的，最后 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将我们的心呢继续回去神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、哦、就是最终所有的、这个在世界成就的事、哦、是上帝的权柄成就、哦、所有得到的好处，所有彰显美、哦、真善美这个公义的事、荣耀的事，全部呢都是上帝的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，将我们人的心呢带回去敬拜上帝。我真的看到、这个主祷文，当我们要认识他背后的教导、主耶稣、所讲的背后的真理呢，其实帮助我们对祈祷有另一番的认识。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呢，是带着一种不同的信心，一种的怎么说呢也都会，我相信是圣灵会这样带到我们祈祷的，不会将我们的需要啊，甚至是世界的需要啊作为第一位，而且不会将我们自己想到、神应该这样做啊，这样做这样做、使到我们很烦恼、其实最后、角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上帝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也都是使到我们很平安的祈祷了，交回给上帝，还有带着一个感恩和赞美神的心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祈祷、用这样的说话，不过 最重要不是背这个经文、这个祷文，但是呢是将它背后的教导在我们祈祷里用呢、那个的真理、那个的态度呢，其实是很广泛的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主祷文、主耶稣的教导，我们的祈祷是会有所谓不同的一个层次、一种的、祝福，一种的信心，也都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见到神要做的事情。
好啦，弟兄姊妹，我哋只係一個回應嘅啫，就係咧，我哋要以我哋主耶穌嘅教導啊，哦，嚟去理解同埋榜樣，哦，你嘅理解呢個祈禱，哦，同埋好似耶穌教導嘅榜樣嚟咁祈禱嘅。好，我哋靜默幾秒鐘反省一下之後咧，我哋就做一個結束嘅祈禱。我哋祈禱，天父上帝，讚美你，多謝你愛我哋，透過你嘅聖子主耶穌，你是啟發我們，你是教導我們認識祈禱，叫我們不要學不認識你的人，雖然他們有他們的虔誠，也都有他們的軟弱，但是主，你叫我們不要學他們祈禱，你叫我們祈禱的時候有信心，因為我們未開口你都知道我們的需要，所以你叫我們不要花言巧語，好像說很多說話，但是從心裏面是追求你的國，亦都我們祈禱不是給人看的，不是一個被人知道我們祈禱我們怎樣虔誠，多謝主，你是在這個隱密處看我們的心，所以主，求你幫助我們，我們以後祈禱的時候，我們會求人包括我們能夠尊你的名為聖，我們能夠求你的國降臨，我们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特别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到我们祈求不是为我们自己做中心，但是同时也都能够很恳切带着这样的心，将我们每日的需要、身体的需要、与人的关系的需要、宽恕、赦免的一个需要，还有知道我们的软弱需要主你的保守，使到我们不会落在恶者的操纵里面，在罪被罪来去操纵我们的生命，离开你，不单止不荣耀你，还有呢走这个灭亡的路的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怜悯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继续将这个特别这个大斋期的这个信息，这个学习继续交给主，求主带领祝福，多謝天父上帝，感恩祈禱，奉主耶穌的名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上帝容許，下一次咧，我哋會講下呢個禁食啦，同埋克己嘅呢個嘅操練啦。多謝主，主祝福大家平安。